安安，哎，不是，你怎么会在？你不是在开台画画吗？来尿尿。谢谢火鼠，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哇！你下播了哦。我现在不能欺负你啊，不，我现在不能跟你 PK 啊，我要被困在无限阅读里面的空间，有吗？我现在可以把眼睛 P 成轮回眼哦，那是绿毛虫，我们那是黑毛虫。等一下我还没改数量，等一下哦，数量文字。不然摩卡你来我家好了，你帮我负责改数字就好了，其他我来。可以的话，你就是负责改数字加帮我刷。一，准备加油！你敢不敢再去刷色维啊，摩卡？可是明后天我不在了。在台不是不在台湾啊，不在淡水。不敢，什么东西不敢了？哦。发射为是不是？早知道今天在想说他的头上那个 Y 要画什么，早知道就画颗不忘球下去了，对不对？也很棒啊。欸，火鼠在吗？你遇到黑色裂空座的第一个心理是怎样？耶，抓到了抓到了，这样子吗？我要拿去炫耀给教主看，还是抓到了？我要跟教主换。没有，我只想问你心得啊！终于刷到了。然后刚刚去放火台看，然后聊天室又站了两派嘛，一派是说闪耀护符什么都有用，另一派是闪耀护符只对蛋有用。啊，我更偏向蛋的说法。因为你们那时候也是跟我讲很多，就是只对蛋有用啊。啊，可是那边说什么闪耀护符都有用。是。啊，火鼠嘞，干嘛？回我，回答我。然后刚刚稍微整理了一下，就衣服、裤子，然后礼物啊，各一些东西。
想说要不要带一个晕车药过去，怕什么有时候要搭车什么东西需要。然后还我的耳机在充电，因为太久没用，那个耳机只有在健身或是出远门的时候会用。结果我刚刚拿来充电的时候，发现上面就是一层膜黏黏的，那我就好不舒服。觉得开到十点后我还要我到现在地址还没有记下来在哪，我想说等一下关台后再去看一下明天地址在哪，然后约在哪边啊，几点到这样子看一看啊，提前看想说啊反正会忘记，前一天再看就好。火鼠不见啦，火鼠太无情了吧，我去打日麻了吗？一层膜有点可怕，不是膜啦，就是，它有点黏，比较像是那种双面胶，然后抠剩下来的那种胶。然后就检查了一下我的袋子里面有什么，说没有啊，耳机也没事啊，就只有那个调音量大小的地方有那一层，然后又稍微擦一下什么之类的。啊，应该带纸跟笔过去的，抓一次画一个政治符号。动身要十旅十二年收集，十二加一生效什么意思？你在讲什么？动身要时空旅行十二年，收集十二生肖吗？它还有更新哦，还是就只是每年加一个生肖而已？啊？新的生肖物品。就想滴眼药水了，天哪，是不是眼药水成瘾症？嗯，我怎么感觉开一个小时了？哇！有，三十分吃馒头，再提醒我一下，谢谢。我要坐高了，我要驼背了，我要往后躺，哇，舒服。有往后躺还是一样是驼背，天哪！我要抬头挺胸。这样讲话是比较清楚啊，比起驼背。就坐太高真的好，好奇怪哟。三十。狐狸安安，
你看，你区区刷五小时，我已经刷了多久啊？你反正你大概就是五十是等于一小时嘛，我已经刷了快，哎，我不止十小时了，哎。哎、欸，好，安安，六十，你会不会刷到睡着？没事啊，睡着至少数量不会少啊，不会吧？刷到睡着，又不是上课上到睡着。教主觉得会刷几天？不知道欸，真的很难讲。而且你看，闪耀护符如果没有算在这边的话，很难说。我本来以为前天就结束了，你看看，已经今天了，礼拜五了。我本来礼拜三想说第一只就会中，对不对？你是打错了 ，S A M R。哦 ，A S M R， 可能看成 S A M R， 对不起，看反了。好啦，这个这一只刷完，我第一眼要，分三，第一眼要水，然后稍微拉低。应该要滴另外一种眼药水的，可恶！可能等一下谁？我现在看不见，我现在看不见。等我一下，别在那边乱挂，挂不挂不？恭喜繁星终于找到绿毛虫的兄弟了。谁啊？有绿毛虫的兄弟。不是啊，你是说这一只我已经找了三天了，哎，找不到啊，我找不到那只生病的啊，我在努力找。挑战听声音刷绿毛虫，不可能啊，要等它吼完我丢完它才会不灵呢。你看，先这样子。然后他还不会先补丁哦，要等我丢完，然后这时候才会星。这样时间太久了，三四，你再前个图可以先传，好啊。
我希望找不到你。哦，雨恋安安，小心安安，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来到。阅读的世界，不阅读那叫什么？伊耶纳奇，无限阅读。我要找到那只生病的绿毛虫，黑毛虫。哦，有耳机充完电了，开心开心。安琪。有没有吃晚餐啊？我今天没吃欸，我今天有点没食欲。本来不是下午吃的那个吗？猪血糕，拍完面线那时候吃不下，可现在有点饿。然后刚刚家人问我要不要吃，我说不吃，可现在突然有点饿，缓了，呀拜。泡芙打开了金灿钻石啊！有，哎呦，好像颜色变淡了，哦，这时
奇怪，我平时善事也做的很多啊。对不对？我会载着你们一起开车。上车咯，各位。晚餐吃鸡肉饭，好好，好了，我去找一下我们晚餐吃好了。550，还叫550好了。然后啊，我侄女她外甥女她不知道为什么就拉着我姐买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就是有那种兔耳的发箍，然后她买了白色、粉色、紫色、蓝色，然后说紫色是要给我的。然后最好笑的是那个发箍上面会有那种灯泡一闪一闪一闪的，有五颜六色，那边一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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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笑。然后。更好笑的是还有那个齐天大圣，就是吕布的那个头后面有一个那种毛很长的，然后也有那种一闪一闪一闪，我说这是三太子在用的吧，啊果不其然真的有三太子手上拿的那种很像长毛，然后按下去还会往前戳的。晚上好哦。我还说你是女生呢、欸，怎么买这种东西？你要当三太子哦？那是小孩的乐趣，不是应该买什么变身棒啊，什么东西的啊？因为他更爱那个东西。哦，它的叫声好像比较不一样哎。他可能只是喜欢变身的东西，就那个，你是说类似青龙偃月刀那一种吗？叫了500说没有，乘二，你看他这边先叫一次，里面会再叫一次，叫了总共。欸、不一定啊，反正我刚刚在叫之前按掉啊，他就没有叫了。我在保护他的喉咙。刚刚还在说啊，对啊，没办法。你已经听到他的幻觉了吗？不对，我幻听了。睡觉也会梦到那个叫声，然后我应该是记不起来了，又不像那个谁音箱帅，他们不是说那个听到很恐怖吗？奥福在吗？我们再听一次。在哪里？音箱帅嘞？你再不出来的话，音箱帅要出来了哦。阿福，我们在听台啊。
有时候他有，但是他把声音关掉了。就是拉小提琴的声音啊。预言个587中，没事，我的胎已经出现很多神棍了，一堆假预言家，哈哈，抓预言家第一天就死了。看，这已经第547天了。嗨，第二次，嗨，有没有可能等一下出黑毛，结果一颗先机球没中，直接绕跑？不可能啊！哦，他会跑一次，我可以捡精华嘞。等一下，前天那时候才二十几个，有人读说25、30中，看看现在547。那出来用波网球抓吗？不要，那一只又不一定喜欢波网球。右下角是嗨阿香，可爱吧？你们可爱。黑毛虫，今天有好好的画它，然后有一个人，我就等他画给我看，他到现在没有画给我看，啊，今天说哪里怪怪的，就。我就问哪里怪，就请他画给我看，他说正在画，然后画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我很难过，我把裤子好了，啊，对，名字叫黑龙，没有要怪他，我只想说他觉得那个图很怪，然后就问他哪里怪，他说眼睛很怪，我说就不是眼睛的问题，我是觉得是嘴巴的问题。然后在嘴巴加那个防毒面具的两边之后，就变得很可爱。所以事实证明，就是嘴巴很奇怪。就没有要怪的意思，没有。今天你觉得怪，没关系，你提嘛。然后我有先问他说你会画图吗？他说会，但是不会画人。我说那没关系，那你就画给我看。你把你的想法跟我说。说好的话，我就照你的方式画嘛。那结果人就不见了，我很难过。我是难过这一点。我在期待他画给，我去看一下粉专他给了，搞不好他有给，我还误会他。第550，然后要下去看一下。哦。对，没有，他没有回应我。哇，难过。QQ， 酷儿，嘴巴太大又太利了，不是啦，是那个圆形像嘴巴的东西。好了，550。啊，我去找东西吃哈。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麦当当好吃，我也想吃啊。好，551。好了，阿嬷的馒头，有一颗馒头飘起来了。得人得人，你吃啥？炒饭？还没有啦，就家人等一下会弄炒饭给我。谢元恩，他有奖啊！哇，自己带胡椒盐嘛？欸，我以前也有欸，以前都在那个也是带胡椒盐去学校用，然后隔壁同学还会跟我欸借一下，就这样借，借到全班都知道我有带，那就那一关就被你知道，只要一个人带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很快就不见了，就重点是那一罐不是被吃光，而是被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完全不见的那一罐。就一个传到后面就怎么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人家恶意丢到垃圾桶还是怎样。就学校很多北七自私的一大堆啊。而且还是盐酥鸡的胡椒盐，盐酥鸡用胡椒盐，那比较好吃。但危机应该是没有啦，不过隔几天是真的有同学是带了类似胡椒盐的东西，但罐子就是不一样，就觉得哦这样的 ID 也不错，就跟着带罐子被吃了，哦，就很烦啊。他们班有一个很自私的人，他多自私勒，欸，因为当时有法蜡嘛，这个东西就当时一堆爱摔爱抓头发的，然后法拉就一大堆，又有个男生，那个自私的男生，他就是每次到处都跟别人借法拉，就他法拉挖一坨，就是跟挤牙膏一样，就很大一坨。然后法拉不是就是轻，也不是说就手指挖一小，怎么讲，就小小的一勺就好，也不是勺啦，就是适量就好，对不对？他是挖到那个法蜡都有那个被好像拿土挖那个什么，被那个什么就铲土那种挖痕很深哦，就很深哦，都可以装水的那种深度哦。然后他就搓搓搓搓搓搓到头发上面，然后就有一次他跟人家借法蜡的时候说用完了，我说不要假啦，然后说干就被你弄完了齁，他说妈的我上次才什么弄个几次就没有了哦，因为他打开法蜡确实是空的嘛。就他借不到法拉，就打开自己的包包，拿出自己的法拉，然后结果嘞，他挖法拉就是那种沾一点点，然后再抓头发，然后还在那边干说，欸，就抓不起来，好奇怪哦。对啊，他就挖自己的，就是同样大小、同量也类似，很像罐子，我不知道一不一样。我就在旁边听，就听到说，看，好奇怪，这个法拉抓不起来。然后那边该啊，我之前不是有说我在学校被霸凌吗？
有人就是什么放话说要打我，就是因为他说什么吃东西，那跟别人要那个就是类似卡拉鸡的鸡肉吃，就在那边嫌说哦这个今天的鸡肉好干好柴，好像不够吃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说哎、欸、你吃别人东西在那边嫌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班导师跟我讲说，奇怪，人家吃东西你就不要管人家，为什么鸡婆管事情？哎、欸，就是那个学生，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一位啊，都要打我，然后放话说，放话说要打我，然后就是四四同学就是他，哎、欸，同一位啊，没错。那其实他也是，他自私也是全班都知道的事情啊，所以他每次跟人家借东西都不要啦，没有啦，什么之类的，就开始陆续有人不借他，然后就到处说人家小气。那、啊、这种是欠打 啊，这种就那种流氓同学特别多啊。爱告状啊，俗辣啊。有那时候，哎、欸，那是高中的时候事情。那国中的话跟，哎、欸，我是小五小六认识他，然后国中我们是同校不同班，然后高中是三年级才有同班的孽缘，然后就前校、喔。哦，那时候是国中，因为国中我们是同校不同班嘛。就那时候他其实从以前就很自私，然后他伺机就是我们班导跟我们说什么，哎、欸，去可以干那谁谁谁谁谁啊，然后是不是什么被女生抓了一脸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班一堆人下课就冲过去找他，因为很多人不认识他是谁，但我知道他是谁，就他经过我们的时候，我说哎、欸、等一下，是他这样子，我就把人全部叫住，说哎、欸、回头，是他这样，然后他脸上不知道为什么被哪个女生我不知道啦，就是抓。你有看过那个吗？那个，那个叫什么？一拳超人那个 King， 他不是跟红发杰克一样是抓眼睛那边哦，他是整张脸从左上抓到左下啊、右下去。我看到那个大花脸，我快笑死。然后后面那时候谁高中吧，我们是因为我们高三的嘛，对不对？他会追一些可能高一的学妹之类的、啊。就有一次好像是因为我们学校会那个分班考试，就是可能男生就是在原班啊，女生去跟低年级的交换班级这样子。哎，是绿色吗？对，然后就是会这样子才造成说很容易去认识到低年级的学弟妹这样子。就有一次分班，因为照理说都是男生跟男生分，女生跟女生分，就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会跟到男生分哦、就是男生跟女生交换分，所以我们班都是女学妹这样子。就有一次那个人他就看上了一个学妹，然后就是有去追，然后好像马上就在一起，只是在一起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分手了，我就很好奇想要问但是不敢问，就有人先去问了嘛，我就在旁边也在偷听，他说欸他们怎么分手啦、啊、然后那个男生就说那个学妹嫌他嘴巴太臭那个女生那个学妹嫌他嘴巴太臭，我让我快笑死，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啦，可是我听到那时候是可能很好笑。然后，我那时候高一的时候就有爆发，说，不是爆发啦，一个班上的人很讨厌，他很爱一直很爱闹我。然后也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就是跟学长换班级，然后他就是在还是叫我，我就直接在我们是自习的时间嘛，就考试，我们是考一堂自习一堂，考一堂自习一堂。然后他是在自习课是的时候，就是闭嘴啦，然后全班就看我这边。然后老师说怎么了，我说他还在烦我啦，然后就有一次他一直噗噗噗的时候我就很不爽，就站起来真的很想扁他，这是另外一位同学，我就站起来想扁那个同学，然后就是我们班就是那种比较大牌说哎、欸、看在我面子上放过他之类的，我就说他很烦，然后后来那个同学就被老师换到另外一个班级去考试，
然后也是同一个，就是那一刻同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个学长就是很爱我们是没有也不是梅花座，就是一排一排我们班一排学长，一排我们班一排学长嘛。结果我刚好我那时候讲过吧，我刚好夹在就是很爱开黄腔的学长的，就是我很像是一座山，然后他们就很像是隔岸在那边开炮火这样子，在那边讲黄色笑话。然后就是一个学长，他的发量比较少，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边听边看书，然后还有很好奇的去瞄一下那个学长的发线嘛，真的是有点秃头的那一种。然后他就说：“哎，干，你们家是不是只有你这么秃啊？”然后就是靠给我闭嘴啊，这样子。然后讲到后面，你妈有秃头吗？然后说闭嘴，然后就卡在中间，我一直在闭捂着嘴巴笑。我还那天下课的时候，我还问说前面的同学嘛，我们班的同学，你都没有笑吗？他们学长一直讲黄色笑话、欸。然后他说没有，我睡着了，有什么黄色笑话吗？我说干，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馒头结束了，感谢。那后来。我会说黄色笑话，那是因为他说：“哎、欸，你头秃头，那你的小头有没有秃头？”对不起，好啦，不开车了。他那时候就是因为讲这句话，害我在看书的时候憋到快内伤。你是不是憋笑？我就只能憋笑，不然笑出来哦。很痛苦哎、欸。重点是我前面的同学是睡觉，我后面同学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哎，好，我们话题再回到那个很自私的那个学姐同学，刚睡醒来。听着表示好懵，嗨，早安。然后，小头长头不是就是哦，好呀、哦，啊，算了，不讲了。你想一下啊，阿罗拉地鼠嘛。嗨，安安，晚上好。对，啊，馒头忘记了啊，我们吃完了。刚刚20几分就有讲了、啊，我们在吃馒头了。啊，就只是嘴炮，不要那么认真。你说谁？对啊，就学长只是爱讲嘴炮的话啊，干嘛那么认真？我就听得很好笑而已啊。你看阿香，你看他们啦，你看这只裂空座还是很正常。嗯，我收到举报，这边有一只不健康的裂空座，给我出来哦。怎么比游戏还刺激？还能教你登大郎。三地鼠算是一只宝可梦还是三只宝可梦？你就要看它的下面到底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啊。现在官方还没有说三地鼠的下面长怎么样，到底是不是连在一起，还是三个壮汉连在一起？还不知道啊，木木安安，已经错过了刚刚围开车的话题。566，怎么办？我印象梦里面是尾数四，反正就是数字四的时候遇到色尾啊，所以那时候以为400多的时候，那时候是比较好遇的，没有。你刚吃饱，所以的，刚才吃饼干，然后听到刚刚的笑话，差点呛到，对不对？
很好笑啊。我4444啊，那是放火好不好？4466哎，我搞不好会追上他。什么笑话？你自己往前听啊。不是你觉得结束后听记录档比较好？反正今天只开到10点左右。大家要去看一下，那隔壁王国结束后会稍微讨论，然后过去听一下这样子。不要让木木上车啊！我也不想让他上车啊！你看，他就是个很好奇的女生啊。我就觉得这样子就很不 OK， 你知道吗？我希望他还是一个这样懂得拿捏的，嗯。你知道，要不是他没有什么 FB 或 LINE 什么之类的，我就要好好关心他哎、欸。我只远距离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我干嘛要那么鸡婆？对不对？我就想说啊，我以前也难过过，一难过就难过个几年下去，啊。好，好，要下去拿东西了。89，我本来就不纯洁了哎、欸，不是这问题，是有点难解释哎、欸，而在台上讲又感觉是我好像要对你做什么。什么怪怪的事情一样，那有点难解释，对不对？但是不解释清楚，又觉得说我好像要干什么一样。啊，今天是因为我的台还是有在管，就是我可能可以讲得很开心，可是你们又不行。没有啊，就是如果像是在隔壁台吧，比如诺英的台好了，你可能真的可以放无忌惮，就是狂讲一大堆东西，进退两难。还好你的难是打对的难哦、喔，然后进退两难很恐怖哎、欸，那是三地鼠哎、欸。应该就要贴一只三地鼠，然后就说猜个成语，有没有？进退两难，左右为难。啊，这个我要下去拿了，还是绿的七，马上回来。我想到一个黄黄的笑话，但是怕写板手又出现。现在造词面有难色，没有那些什么知难而退那些都听过，面有难色我好像第一次听过，满身大汗，哎呦，你们这些应该要去放火台打吧。
在我这边打还好，没有什么效果。应该是面有难色吧，而且色要打那个色。三，教主安安 ，Hello Hello， 你要叫你边缘人还是陌生人好？你比较习惯叫哪一种？继续挂台，好的。小知识，谢谢的谢可以拆成两个字，我知道啊。延伸寸嘛，都可以。我跟你讲，那扳手如果在的话，你这串字都会被 ban 掉，好不好？欸，不是被 ban 掉，你是会只是被禁300秒。因为台里面未成年的还是很多，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发车发过头，真的收不起来。什么？地上很滑，踩刹车踩不住了。紧急刹车太危险了，不如就让它冲过去。我忘记是哪个咖啡牛奶了。那个小知识说，那个牌子的咖啡两个字，他们的口是共用的。就咖啡的咖后面不是个口吗？那咖啡的飞前面不是有个口吗？他们是共用的哦。你也国中啊？那还不乖一点？国中了不起哦，我也国中过啊。色微几率多少？4096分之一哦。边缘人好了，陌生人太生疏了，有比较好吗？你也是，还不乖一点？你们这些我都记住了哦，国中生们。你三年级耶？国小三年级吗？你们看看你们这些国中生在干什么？比如说国中三年级，那些坏榜样，我们未来的栋梁。没有，他会跳出来帮我修刹车。国中三年级，我的天哪！还是木木要来帮我修刹车，欸，就像今天想的那样。不行啊，今天我不小心想的那样子太恐怖了。功课不写看我台，那我先把你ban了，你慢慢，反正不能打字，看你要打还是要这样。为什么看到你什么三年级六年级没有啊？就说你们这些国中生。看那个国小生就误会了，都是国中生。功课交给同学。哦，我那个自私的同学，他就是功课都丢给别人写的那一种。国中三年级叫九年级哦，所以你们现在那边是叫九年级喽。七。不然叫大亨，
我应该会记不住你叫大亨吧？啊，木木，你要不要偷偷办个赖之类的啊？没办法吗？我功课也都用抄的啊。我那时候讲我之前生物课的考卷那些就是用，我连抄都不抄，只用掰的。因为我那时候生物的考卷是应该说它是一个什么题作还是什么的，就是前面是问那个嘛考试的东西，最后面有解答。然后当时就是说老师就是有学生踢破嘛，就说他连后面的答案都不抄，只用掰的。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是很为难我啊。所以那时候觉得说我生物考很高分，觉得我是作弊，因为我连抄都不抄，然后全部用掰的，就比如答案名就是 AA， 那个后面答案是 ABCDB 之类的吧，我全部都 CCCCCAAAADDD 这样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就有个国中，那时候有个就是爱爆马仔的，他就踢破我。所以那时候就是老师就是警告我说，你这次如果没考什么。那时候是新国三，那时候是新的学期，第一次考试。然后那时候考老师就直接警告我，你没有考多少多少，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70分吧，没考到70分的话，你试试看。因为那时候是可以体罚的时代。那对啊，我就考了98分嘛，那全班就是觉得我在作弊啊。刚刚去二刷月老，你是说电影吗？被人抄，我也觉得很强哎。还好你是打那个抄，不是打那个抄。你猜运好吗？我不是猜运啊，我猜运超差的好不好？我生物是靠实力，只是那些问答真的，我记得我当时。也不是觉得太简单，懒得猜，懒得答，就字太多，我看太久会很烦，所以我就全部用猜的。对啊，我不是说过我看太多字我会很头痛之类的吗？所以我看到考卷那些，我真的会很不耐烦。所以我都会用手遮住上或下，然后就挡住那些字，然后这样我才能专心看。干，我要不要去面壁？脑中一直有一堆画面。你去面壁，你真的不喜欢阅读？对啊，没办法。不然他们其实说，老师也是觉得说我是会念书的，但是就是不爱念。他就不是这问题哦，他就是。看到字很头痛啊！那那时候英文又是因为老师击败啊，所以才不想念呢、啊。我不会打错啊，这两个字对来说音不同，就是有人故意啊，对不对？我都拿50块，法力比较强，还好跟我考别的。我老师说能多少掰算多少啊。我读九月的时候啊，那时候只有在国三要毕业的前一个多月那样子，就是可以带漫画或是小说去看。哦，漫画是不行啊，小说却可以。然后就是那时候有刚好借到一本小说，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看小说这东西。那时候让我看的好入迷哦，他是把三个童话故事讲在一起的一本小说。你英文阅读咧不行啊，英文我会啊，但是拼在一起我就不会啦、啊、懂吗？ ABC 会念啊，可是全部组合在一起我就不行了。小说我也会小小声声的说啊，对不对？看，我那时候我不是也说过了吗？
我英文不好，但 I love you 我还是会说。我说 baby 跟 I love you 我还是会说。因为现在看聊天室，其实有些字会糊在一起。我不知道是我要换新的眼镜呢，还是我眼睛真的不行。网络小说跟实体小说我都会看，有时候会偷偷拿好几本进房间看。你是拿什么小说看呢？你继续光遇恋情了，好，拜拜，拜喽拜喽。白痴哦、喔，还没按呢、欸。考完学之后不知道英文在干嘛，还是学一下吧。毕竟很多游戏也都是英文啊，没有翻译啊，至少你不会玩得比较痛苦。眼睛太累了，有一点呢、欸。支持实体小说，其实实体小说比较好啊，主要也是因为你有买的话，作者还是会收到钱。你看网络小说哦，那是后面呢、啊，后面才会开始有一些什么电子支付，这些网络小说开始盛行。我们早期看那些小说根本，真的只能买实体啊，网络上都只能靠人家就是一个打上去，这边抄。哎、欸，我有改吗？阿四、阿三哦，正常小说有时候只会拿到十八加，还敢讲？你还敢说？你这样子我很担心你，其实是真的，真的很担心哎、欸。言情小说很棒，我是喜欢看鬼的、欸，就是看一些恐怖小说，然后靠自己的幻想，就是想到一些很恐怖。哎，到600的时候我暂停一下，我想先吃东西。这就是为啥我家书房里会有23600多本书的原因。哇，这么多、哦！哇，那你冬天不，你那种怎么讲？冰河时期不会怕冷，有那么多书可以烧。六。对啊，你那个是图书馆，你是那边你的书房是用书堆起来的吗？20000多本欸，你那个，我想到的就是《哈利波特》里面那种场景，还是那个《游戏人生》那个。屏东没这烦恼，不是，那太多本了、欸，20000多本欸。20000多本其实很少、欸，哇塞，很多了哎、欸！那请问你一本大概几页啊？20000多本也可以叠一个101的吧？还是两个101？一面墙就解决了，你的墙是怎样？万里长城吗？一面墙解决20000多本，哇！哇，你家真的是很大哎、欸，书看累了还可以这样躺一下的哎、欸。
啊，云哥，这是什么啊？比小说还刺激。就一般小说厚度，那有没有200页啊？啊，你那些都是小说，有没有漫画？百科全书1公分厚，一套150本，有漫画哦。先走了，好，拜拜，拜拜，拜拜，辛苦了，辛苦了。我有没有按呐、啊？89、88有。你家也是，现在在拐木木去你们家了呢。人家还未成年，不要闹了，不要闹了好吗？而且木木比你们大，哎，姐姐比较好吗？不行哦，不行哦，助手。礼拜六上课，补课吧？是吗？不知道哎，补习班啊，也可能是啊。我就是有认识礼拜六要补习的啊，他叫雨林啊，偶尔会上课呀。就很辛苦。加油！出繁星快点刷到，去跟朋友玩 B4B， 听说有更新？有啊，降低难度了吧？我也是听说啊。他说他终于把难度降低了，不然他根本不是人玩的吧？老兵跟新兵的差别，血量怪的血量跟伤害就差了快2倍以上。好，明拜拜。就之前我们家附近有间书书店收起来，然后我妹就一次收了2000多本漫画。哦。我专追姐姐怎么办呢？我老婆大我367天，没事啊，你们现在很和睦啊。可是因为你们都成年了好吗？想一下，这边是国中生跟高中生的哎话题耶，我要制止一下啊。那奶奶的4000哦，你可不可以不要比较这个东西吗？他是说那时候书店收的时候2000多本，不代表他原本没有2000多本好吗？2000+2000等于4000。那个金宇瑶，你不是也是学国高中生吗？还是小学？之前我北斗那边也有家租书店，很常去，很多就莫名其妙。因为现在实体书店其实真的已经很难支撑了啊！现在有网络，谁还会去看实体的书？我们这边很多书店也都开始收起来了。老婆怎么可以吃啊？老婆饼啊？在想什么？而且你怎么知道老婆不好吃？搞不好老婆很好吃啊，对不对？啊，欧元啊，吃过都说赞。我家书房几乎都是娃娃群们，啊，另一间电脑房放满，
左边满，右边也满，中间有衣柜放衣服。我啥都不知道哦。我老婆可以吃啊，在 W 就可以了。什么 W？我才不要打出来，妈小。如果不是我后期喜欢看网络小说，现在保守估计至少三万。那你可以改掉这个习惯，有没有？可是很多小说不一定会做成实体书啊，对不对？懂的人都懂了，我不懂，我不懂，我不懂。好啦，别再发车了啦，已经开够久了，好吗？已经从九点多发到现在了，可以了吧？满足了吧？不对，还没九点就开始发了。我吃上啦，吃上便当哦。教主，你想看我家的书墙吗？好，可以啊，这可以，不要再给我贴什么哈基的衣服之类的，不要趁机丢哈基或杰克影院那些衣服哦。我要看的是书墙哦。真寒安安，念真吧，是吧？你也才丢一次，不止好不好？阿弥豆子嘞！为什么图片变成黑色毛毛虫？昨天就是啦，只是昨天的比较瘦啊，昨天的比较像管子，今天是重新把它画过。那等我两三天吧，你是要拍多少？你知道每一本拍一张吗？那应该两三天还不够。可以啊，等啊，反正我也是两三天不在啊。我要把散落在我家每个空间的书籍放回去。哇，完了，记性堪忧。什么？我记性堪忧？你是说我堪忧还是杰云堪忧？那时候杰云还问我说：“教主你要看吗？”我说：“不要”的时候，他说他已经丢了。你说有没有这回事？杰云，你说，你一定忘记，你一定说没有，有你也会说没有。我今天这张黑毛虫也是画了一个半小时，画太久。我家。是每个房间都有书，从客厅走到厨房，再从厕所到……哇，那你厕所那个应该是湿气很重的，那些书页有没有粘在一起？有要问陈思豪吗？对啊，那怎么会说还只贴一次？六百。
好了，这只，等下进动画看，我们吃饭。厕所书都是干的，好吗？上厕所看书。好了，我们卡在601啊，进入游戏啊，吃饭啊。以前没手机上厕所，几乎都看书时间好了，对吧、啊？如果没有东西看，还真的是看那个沐浴乳的什么成分，有的没的。包包安安。段考考前三名，好棒哦！你好棒哦！你老师先离开咯，好，谢云，拜拜。我吃饭，你们要干嘛？你们想干嘛？我还在哦。啊，不是你们在打士兵是吗？我还在吃麻薯，你们在吃兵？你不是说你在跟朋友打士兵是？哦，你戴蓝牙听哦？啊，不是那个，不是听脚步声什么之类的，你还可以这样听。明年的 Pokemon Go 那个是什么啊？哦，手机才有用。请问玉米浓汤是什么？那个玉米浓汤，借我置顶一下哦。虚拟临时补给站，那天灯会是什么？要不要求吗？不诶，被置顶了，因为玉米浓汤很好笑。我觉得玉米浓汤很好笑啊。
欸，木木，你说你除了 mail 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是不是？这样讲有听到吗？你除了 email 就没有别的，对不对？你上次有说吗？啊，黑掉了。哇，好吧。那我很好奇，你跟你男朋友是在哪边交换 email 的啊？是他给你 mail 还是你给他 mail 还是你们在什么哪一个群组什么之类给 mail？哇，一到了深海区，那不就海参了吗？你给他的，你说直接在聊天室打 mail 这样子吗？你也太危险了吧！欸，个人隐私那个还是要顾好。是一个游戏台，对啊，我是说是在聊天室哦。我快吃完了。真的有 email 聊天吗？啊，就是啊，用游戏密屏吧。可是我记得他当时是说看游戏的呢，而且他没有，他没办法玩游戏啊，他可以玩，但要偷偷玩啊。哎，说真的啊，好好保护自己啊，不要今天说你有多色，或是你有多会开车之类的，这是两回事啊，真的啦。而且你看哦，之前跟你分析一大堆，你也说。跟你很像，什么好像都讲对了，对不对？那现在跟你讲的这句话也是啊，好好保护好自己哦，也不要觉得说身为一个女友就该做到什么东西。有没有听到？好屁呀、啊！因为我本来是要跟他讲我当时碰到的所有情况，因为很多东西不太方，不是不太好意思，是不太方便在讲在这个上面，因为。那个已经有关很严重忧郁症的事情，被凶了，不是凶。因为当时其实我也是走不出来啊，就发生很多事情了。像高雄这位今天出现未知图腾，还有好像不错哎。你看，真的不是我讲，你看哦，所以我才会想要说看有没有，因为我想说，我给你 mail 或是你在聊天室给我 mail， 这样又不对啊，我又想不到好像有其他哪边地方可以让你留 mail 这样，吃泡面会胖吗？有人喝水都会胖了，你说吃泡面会胖吗？别说喝水了，有人呼吸都会胖了。你在问什么意思的？对不对？吃什么东西都会胖。你如果在意会不会胖的话，你就不会吃泡面了。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因为的音打错了啦，因为你饿了，饿就吃啊。啊，你会在乎胖不胖？你就起来动一动啊，吃完之后，休息一下，走一走啊。我午休去做志工，老师让我们装圣诞装置糖果，结果我们有四个人全部都在偷糖果。还有，好像是我也会做的事情耶。就老师一个一个检查说有没有偷吃啊？啊，你们每个都说没有吗？然后老师每一个一个清，一个一个清来检查说，嗯，啊，你偷吃糖果。咳咳，我跟你讲，而且重点是那个是男老师啊，有没有？用脸书的那个好了，但他没有脸书啊，对不对？刚刚把以前练过的琴学习来了，厉害！你是会偷吃的那一种？你是指偷吃糖果呢，还是背着男友？嗯，好啦，讲认真的啦，反正就是这样子啦。谁？感谢明的十块钱，真的要去了，好，去吧去吧，感谢感谢。我们还有找到没有棒棒糖的棒棒糖，所以那棒棒糖叫做棒棒糖还是叫做糖呢？它没有棒棒耶，那会不会你们下次找到没有糖的棒棒，你们在偷吃棒棒？对不对？没有棒棒糖的糖，那会不会没有糖的棒棒？不是有个梗图吗？他说你要吃棒棒糖吗？他说他不吃糖。啊，另外说啊，所以你吃棒棒咯。哦，不行啦，你们一直逼我开车，好烦哦。你们可以制止一下吗？我会忍不住欸。你们可以不要一直逼我吗？木木是不是笑得很开心啊？可能有哦。那木木喜欢吃糖吗？啊，算了算了，好危险哦。FBI， 你笑好爽，靠腰哦。不是啊，有些东西真的，我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忍住不想讲，因为就是想到有你们在，所以我其实克制了很多。教主晚安，刚来就开车了吗？没有啊，其实就是油门吹一下停一下，吹一下停一下，在旁边叫嚣的那种。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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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开车，不干你的事，就是你在那边提棒棒糖，你提糖，你看是不是提到了偷吃，对不对？那偷吃王又提到棒棒糖，你看是不是又是你？没关系，在学校听多了不行，那是学校的事情，他们要负起责任，但是我不想要负起这个责任。对，我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对，我就是渣男，怎样？我就是渣，我不想要负起这个责任，这责任太沉重了。欢迎上车，有人踩油门了，呜，我把钥匙拔掉了。我想到我有个学长常常跟我讲黄腔耶，那个学长是害你抽烟的那个学长吗？欸，可是他跟你讲黄腔什么之类的，你也还是要好好保护自己喔。你要知道男生都会有个错觉，就是你笑代表什么，你对他有意思，他有机会，他有可能，你自己要小心喔。不是，是另外一个关系挺好的学长，一样好吗？男生就是有这种错觉，尤其是，不成熟的男生，都会觉得说，他对我笑了，他是不是喜欢我？我是不是有机会？我是不是有可能？对不对？我们为什么？
怎么？为什么？这就是男生会有的错觉啊！就像我现在也有错觉，说我会刷到裂空座一样。你像之前是开玩笑跟摩卡说，不然来我家帮我用色尾啊，然后什么之类的。那、啊、他也说好啊，或是妈妈他说白痴神经病哦，好好照顾自己哦，小心一点哦，去随便去啦，随便去一个男生家什么之类的，我就开始开骂，不是开骂开念。然后他说什么啊？可是前辈就是人很好啊，靠腰我在干嘛？我跟前辈认识这么久，什么东西？我400多岁，你又不会对我什么鬼？我跟他讲一大堆，我不管嘛，反正就去别人家很危险啊。游戏三大错觉，我能反杀，我可以，还有什么？游戏三大错觉是哪三大啊？我还行，我能反杀，我可以吗？还是什么？扶我起来，我还能送，对不对？而男生会说没事啦，只是碰一下啊，弄一下啊，不弄啊，靠腰那个什么，就反正一样嘛。就不管是去哪里，就是不要去只有两个人的空间，或是都没有怎么样，巷子角落都一样，好吗？请好好照顾好自己。在学校有很多8+9的男生都在讲那些，你都不认识。等一下，金宇瑶是女的哦、喔，对不起，你是女的哦、喔，抱歉。男生也要小心解歌，对吧、啊？最好就是跟陌生人出去或什么，就是要吸伴。可是吸伴有时候也很危险啊，万一碰到两个结哥怎么办？啊，就一样嘛，就不要去人家家里或什么过夜的。啊，奶奶只是干一下说，怎么还在玩电脑啊？休息一下。对，电脑游戏玩久了，真的需要休息一下，动一下好吗？不要因为奶奶的一个随便的话就很不耐烦啊。家人都是关心啊，哎，不是只是要想让你生气的。被拿刀挑脚筋，这有上社会新闻吗？好恶心哦，好恶心，好恐怖哦！男生小心，加一我切身之痛。你怎么了？你以为你是杰哥，就被阿伟反吃了吗？红包帮你保管算关心吗？算啊，你要想一下，那些红包钱可能是你的学费，或是你的生活以前，从小到大的生活费啊。我现在已经抱着这样子，不追究以前的红包钱。我以前真的记忆力好到说，我花了多少就放在我家人那边保管，就他们花了多少我都记得。我说我是不是还有多少多少钱啊？然后那时候就说，哦，对啊。所以说了那么多，木木有没有听？有没有在听？17岁被工厂的3个姐姐灌酒，差点怎样？差点就喝输他们了，对不对？被3个姐姐灌酒，所以嘞，差点就被骗钱了嘛？还是被骗说明天帮我上班？还是姐姐是说阿伟啊，你明天有休假吗？他说。有喂，那你要跟我换班吗？
知道明天什么？明天情人节你有约吗？没有喂、欸。可是你有上班吗？我休假，那你要跟我换班吗？还好师傅觉得怪怪的，回工厂我睡到早上，还是他要把你器官卖掉，好恐怖哦！对，我们尽量不要朝着会开车的方向想，对不对？我们就朝着人体器官啊，那种黑市在想就好了。差点被迫还酒钱，喝那么多酒还不给钱？哎、欸，木木消失了、欸，他不是去哭了？卖器官有比较好吗？这就是要跟他们说社会的黑暗面了、啊，对不对？哎、欸，大家确认一下我有没有改，等我一下，日常确认。有。木木被抓了，不是我、哦，我是无辜的哦，我还在开台哦。我可是没有办法用脚绑住他的哦。曾经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男生跟我讲话，不是，等一下你不认识的男生跟你说话，然后嘞，你们是用什么软体，还是用什么东西认识的？还是那个男生是你现实不认识的人，然后你觉得很不舒服，你把他杀了？你是不是三跟杀不会打？对不对？安跟阿啊，应还蛮近的，中间加个 I， 你是把他杀了，好恐怖、哦。FB 哦，那很还蛮恐怖的啦。我现在最近 FB 都是跳出一些不认识的正妹跑来加我，欸，那种每次当我要点进去看他大头贴的时候，他的账号就不见了。现在改成坦克了，什么坦克？不认识我没杀。哎呦，爸爸说什么坦克啊？会去当兵的证明。哦，我杀，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不会啊，你还是会在这里啊，因为你未成年的话，其实一些刑事责任都是父母在承担啊，你可能就只有去什么改啊，忘记了少年法院还是少年什么东西的，我忘记名字了。车速变坦克什么意思？开始杀人了吗？那坦克朝后面射的话，车速也是很恐怖的呢。反作用力有没有？罗罗安安，哇，我们快刷了100了。今天的第100刷，
又快十点了。对啊，欸，木木真的不见了啦，他是跑去哭了啊。繁星都误会我了。二十，来准备打开你们雀魂麻将哦，只打一场哦，只打一场哦，要开雀魂麻将的快开哦。还有16分钟，够打一局麻将了。嗯，最后的留言有点半，这是在暗示着什么？过敏体质，我恨你哦！我想说你恨我，想说你有过敏体质，你恨我。好啦，就是620，今天就是100刷。然后我充一下电啊，待会麻将一下下，然后就收台，我去看一下地跟那些有的没的。噔噔噔，什么东西？两个八卦。我女儿国中的时候，我要去接她下课，门口站着一个等待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对着儿子说要追追这一个啦，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到我女儿，你哦，哎，放尊重，你要靠过去说，我也觉得这个不错，有眼光。然后她妈妈可能就说，嘿妹嘿妹，你看听妈妈的话，你看这个叔叔也说不错不错，然后就走过去说，哎，女儿早回家。那，啊，看了要挑男朋友，不要挑后面这种的哦。很会挑呢，挑到一个啊，爸爸在后面的。有没有？我更会想啊，爸爸你太……如果当时我在场的话，我就会这样子搞了。是不是就是在那边搞事的就是我 啊来哦，一局而已哦。一局后要休息了。32848。我的天哪，啊，欸，好久不见，你是谁？聊天室讲个话，忘记了你是谁？初学者是谁？好耳熟，好眼熟，几个月没打麻将都忘光了。我啊，靠腰哦，就你哦，好快加不进，没事没事，等那个什么断针也。差不多日麻会开的比较多一些啦，是利恩哦，喔，啊对耶，我等下去把那个四战客的海普加个最爱，你被靠靠一下啊，干就是这一只。跟我讲说很好抽，抽了80抽没抽到，钱都花下去了。
哎、欸，不是哎、欸。氪金抽卡有去无回，还好啦，还是有回来啦，只是另外一只角色而已。啊、靠腰、啊，像不大声。怎么讲？杠？什么东西？我收一下耳机哦。那、欸、也不用收、欸、白痴哦、喔、耳机套不在我这。しまった。ドラを出しちゃった。しまった。来变日麻了，没错，你都抽到两次，那边该，这我真的不喜欢抽东西啊，你觉得我没有那个运。有的。五筒，我两个听五筒的。哇，中李三了哦！怎么闭嘴？好好好、哦、都可以都可以。什么什么寒天布丁奶茶，我哪有喝布丁奶哦。好，布丁奶会太大声吗？不好意思，你这次单抽啊啊啊啊啊啊！所以咧，我也希望我裂空做单抽啊！我也说这个梦想啊，没有啊，
没看到他、啊，你还是看不懂麻将规则呢。现在解释有点难解释哎、欸，只要三个凑一样的啊，然后他有他的游戏规则排列组合啊。我杀小辣锅，西马大。我好像打错了哎、欸，在干嘛？下午夹娃娃夹到一个不锈钢保温瓶，等一下哦、喔。他一个外套，怎么看都很奇怪。后来跟女生运动内衣里跟我一样，我傻眼，怎么敢拿出来出门？那运动内衣，你说花色吗？就拿出去用啊，然后就会有那个，大叔大叔，我用这一款的哎、欸。你传给我看，你会笑死。你要贴在哪？脸书聊天哦，好啊，你要贴哪里？我的脸，我的脸书还是不那个本专感造他们的尿性，1800好痛。你说我总共1800吗？本专哦，好啊，好啊。安安，你传来跟我说，我关台再去看。我知道十点啦、啊，要关了，要关了。传好了，好。
陈松勇走了哦，今天的事吗？你回来了哇！你知道刚刚我多想你吗？我还怕你跑去哭了哎、欸，我们都要准备关台了。还要立吗？有人看过认真看过你 ID 吗？没有吧？不就骗骗五年后吗？怎么了？所以你是现在13岁？下午三点左右走的。我下午三点在刷这位。看完我直播再睡，没事啊，看不懂，看不懂的话你看也是困扰嘛，你可以先去睡了，没关系。怎么了哦？没有啦，稍早，我现在在回那个谁，回，我要回什么啦？南回归线，北回归线，木木啦，没有，因为刚忘记聊到什么，说好像怕你跑去哭，还是啊，不是哭啦，跑去哭还是很难过什么之类的，啊，就你人就不见了，是吗？只开一局吗？对。因为明天要出门，不能再玩下去了。我以后尽量多开，好不好？这真的没有办法。你刚去洗澡啊？你又没讲，我怎么会知道你洗澡？安全问题，欸对耶，啊，那你给我去听记录档，给我去听你刚刚都没听到的记录档的部分。不是他刚聊的，他应该也在吧？因为那时候是聊他一个很好的学长，然后会说什么男生会有错觉啊？那就这边，男生会有错觉，就是说你对他笑，那是不是你对他有意思？那是不是代表我干？来啊，一起死啊！要死一起死啊！死人了！再不睡会累死。也不是累死啦，汗多大啊，想说要死一起死来啊，
突然被鲛人架过去了，哦也难怪哦，他们应该不知道你在开台吧？啊、不是啦，你在看台开台，哇，你我都不知道你有开台了，他们会知道。忍不住了吧？忍不住了吧？只是无聊，不会啦，去翻去听记录档啊，也有其他的在开台啊。俺都爱看台，没偷看。生气哦！多久之前？9:30的时候，所以是往前推30分钟。还在抓利空座的时候，对吧？然后也聊说为什么要就是私讯你。不是私讯你，就是私下跟你聊，哪一下？就私下跟你聊那些三倍满，好可怜的钱哦，都是要入难的。你们是不是想要玩？你们是不是不让我走？八宝牌哎、欸，6000块，我没有入难，那就好。点不到，好啦，感谢各位啦，那我们礼拜一见哦、喔，礼拜日的晚上还会开啦，如果不会累的话，就这样，感谢各位咯，各位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对吧？所以那个木木啊，还是我这边啊，也不是啊，就是。不想要再就是公开上，还是你有办法去我的粉啊你？可是你没有 FB 也不能私讯吧？对吗？我想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聊？好啦，都再说吧。大家晚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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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